很多爱好，但我最喜欢看电影，因为我对电影很有兴趣，所以我想看电影。我两岁开始就看电影了。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 ABC KTV， 但现在名字叫做 Coco Melon。 我每天都看电影，因为能它帮助我学习英语。我现在学习汉语可以，可是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中国电影，所以对我来说学中国有点难。这是我想讲关于我爱好的内容，谢谢你们关注。